好看吗？哪里好看？你有没有审美？知不知道什么叫好看？这么好看的姑娘被你打扮成这样，你是给人家提气还是给人家泄气啊？你要是这么明白的话，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穿啊？算了，那我就教教你吧。看好了，你得先把箱子还给我。不是，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多条件啊？你不给我，我怎么化妆？拿走吧。喂，进内场后给我仔细点，你要是犯了错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我有名字的，我不叫喂，我叫海棠，顾海棠。顾海棠。哎呦，你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也就是你老少能把这么俗气的成人礼办得这么美丽。啦啦队，哎呦，李小姐，哎，你把国外这套全整来了，这放眼望去，全是美女和腿啊。这才是我老少的风格。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还有更精彩的。还有，哎呀，怎么不喝都有点晕了，你看。哎呦我天！哎呦，漂亮吗？走了。嗨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